里是我家，啪啪啪啪里是我家。我六点半约他，九点半在家，十点半了趴，十点十五出发，也不算等很久，顺路再接朋友，做个成熟的配合，绝不空腹喝酒。他说他现金太多了，尽管不用再说了，我们尽管用力喝，买单他绝不回头的。约个妹子见一面，他停在便利店，他喝了两瓶红牛，说请给自己充个电。